我也是。感觉会摔出去。再没走好就一口气摔下去了。这么高。好，感觉安全多了，踏实。要不然就来跟他贸易一下。我跟另外一个人贸易，都是神职人员，他不要跟神职人员贸易。哇，打海拳，好，分开了。会生宝宝吗？哎，有了，生了一只的，有只小只的，有只小只的，制图师，为什么下不去啊？那生了一只小娃娃，可是没有下去，不让他下去啊！应该会掉下去啊，怎么没掉下去？很奇怪。为什么这里生出一堆小村民？我不是在上面弄的吗？为什么这边也生了一大堆？三只。那怎么这边在生村民莫名其妙，我搞不懂。哪里？楼上？难道是生出来他跑上来了吗？也太强了吧！突然间就有新的小村民了，村民塔，希望之后可以盖一座村民。兔崽子，我的天啊，女仆经纪人，工具断工，女仆，女仆经纪人，别乱走，我抓到一个女仆经纪人，经纪人请坐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一对小女仆，不是小女仆，一对小村民，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看一下女仆练等练的怎么样？50血了，154的，不错，281的，卡等中。女仆会练等，你知道吗？你女仆等级够高吗？哎，我糖不够。糖不太够了，采收的女仆在发呆，怎么只剩狗狗在采甘蔗？那个普通女仆呢？少一只，诶？在这里，等一下，我小女仆拿着箱子在这里发呆，因为看外面有箱子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箱子，这个箱子，我搬远一点，放这边。
去盖围墙喽。门。渔夫和牧羊人在一起耕田，真好。你是拿了就跑吗？笑死，可爱。那么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要干嘛了？我要抓几只铁魔像过来。这里没有什么防御工事，必须要去逮几只多余的铁魔像。工具弹弓可以干嘛？应该帮我修武器吗？应该帮我修的呀，绿宝石。哎，真的！哇哦！用绿宝石就可以找村民帮我修武器，真好。两只，三只，OK，三只铁魔像带走。来哦，铁魔像，铁魔像，守护一下这里的笨蛋村民。再一只。OK，三只。然后，既然这边已经被我收复了，那我这边应该就可以围起来了。什么鬼？送葬者？我为你送葬。啊，不是女仆。哦，打赢了，你不帅，这是我的领地，送葬者鬼。